春你就记低。欢迎收看生活着数台，我是你节目主持人，我是韩君婷，我都是你们节目主持人阮彩云，而我就是捐窿捐漏稳着数的袋袋。哎，咁彩云啊，咁呢一排咧，人哋个个见到你都会系恭喜恭喜咁喎。嗱，喺听日开始咧，你就会系踏入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啦，咁啊成为你嘅太太噶咯，心情如何先？好紧张又好期待，咁啊就但好唔舍得大家，不过我就未咁快走住嘅。我知道啊，你呢一年都会留喺香港，之后先翻加拿大啊嘛，但系你会唔会去动物月噶？啊，会嘅，我哋安排去呢个墨西哥玩啊。咦，咁其实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安排嘅话咧，咁其实都可以去参加啲旅行团噶，因为咧有好多好熟啦又好玩嘅旅行团俾你 join 噶。系啊，我都收到呢一个嘅熟料啊，就系咧有旅行社咧喺呢一个嘅星期六同埋日咧就会有嘢熟俾大家啦，就系报呢一个嘅中国长线啦或者东南亚团咧就会送咧78蚊啦或以上嘅广东省一天团啦。系啦，咁如果你 book 嘅咧就系广东省一天团嘅，就会有二人同行收一人团费嘅呢个优惠，只要上去我哋 JustSo ATV 嘅网页嗰度睇睇咧就一清二楚噶啦。真系好熟喎，咁但系而家咧熟啲嘢俾大家就系肥美嘅靓鸡，唔使钱就可以食到。袋袋啊，好耐冇同你食饭啦，系啊，请你食嘢，好啊，食啲咩咧？食鸡啊，好嘛？食鸡好普通啫。哦，呢只鸡唔普通噶，仲有啊，呢间饭店都唔普通啊，好多我哋同行嘅人咧都中意喺嗰度聚下噶噃。咦，咁我哋都要去喎。跟我嚟。蒲俊讲嘅呢一间食肆咧，系喺旺角山东街呢一间食新派粤菜嘅楼上铺咧。嚟呢度食过嘅明星名人真系唔少噶，贴满咧成幅玻璃墙啊！据老板讲咧，呢度最出名咧就系脆皮海盐鸡。咁师傅咧会用粗盐咧将只鸡腌一个钟以上，再用滚油上皮，外脆内嫩啊，咸香咧啱啱好啊，就系呢只鸡最吸引嘅地方啦。豪将，你真系好阔佬啊！一嚟就嚟只鸡。哎，客气啦，嚟试下只鸡先。都话你个人变咗啦，变好咗啊嘛。系，嚟试下。個皮好脆喎，咁同埋咧個味道咧唔會太鹹，啱啱好啊！喂，八下一隻雞幾多錢啫？嗱，呢間飯店咧，呢只雞原本就係賣緊180蚊一隻嘅。呢只雞咧就呢度招牌菜叫做咧啊脆皮海鹽雞啊，你知唔知啊？不過呢間飯店而家做緊個優惠，係啊，兩位至六位朋友嚟食飯嘅話就會送半隻雞，而七位以上朋友嚟食飯嘅話就會送一隻雞。哦，原來你冇變過，我都估到㗎啦，唔緊要啦，咁但平時嚟咧，咪要早啲嚟食咯，如果唔係冇曬咯。哦，咁你又放心喎，呢度個老闆就應承咗啦，做優惠嘅第一日咧，就已經預備定50隻雞喺度招呼啲街坊朋友㗎啦。如果發覺唔夠嘅話，唔緊要，第二日加碼，第三日再加碼，務求做到人人有雞食。哇，好香啊！咦，但係有啲酒味嘅。係冇錯啦，因為呢味餸咧就叫砵酒焗蠔，所用嘅蠔咧就係美國嘅桶蠔喎。袋袋你飲得酒㗎嗬？我麻麻地嘅啫。不過唔怕啦，啲砵酒煮完之後咧，其實都揮發曬啦，主要就係攞砵酒嘅香味嚟試下。咁唔怕啦，好多汁喎入邊，同埋咧嗰個醬咧有啲青椒同紅椒喺度咧。係啊，好似嗰個蠔係幾吸收到青椒同紅椒個味。大家睇睇幾大隻？係啊，真係好大隻。袋袋啊！在我哋面前呢味餸咧，個外形咧都幾特別嚇，就叫做冰鎮三寶，分別有咧鮑魚啦、黃鱔同埋芥蘭嘅。哇！冰鎮芥蘭，哇！凍係啊！冰鎮芥蘭都幾得意喎，同埋佢係爽咗多啊！呢台傻瓜姜，鮑魚好爽。啲凍嘅鮑魚咧，其實都幾腍喎，但係好爽口，同我哋熱。食嗰啲真係有啲啲唔同咯，我覺得腍啲添啊。我試埋個黃鱔先。點啊？OK 喎，OK 喎，好得意啊！真係好爽，即係如果中意食爽口嘅，同埋全部都係爽嗰啲嘢。係啊，我覺得呢、這個送酒嘅小食唔錯嘅，我覺得呢個係幾爽口，幾特別。
有冇搞錯？1蚊一隻雞我已經覺得好誇張㗎啦！你而家仲話唔使錢添？嗱，豆豆你過去試咗，你自己老老實實同啲觀眾講啊！嗱，我講真嘅，覺得只雞咧真係好好味嘅。咁同埋咧，老闆話咧，如果你怎坐低咧，就係叫只雞食咧都冇問題。不過都係嗰句啦，希望咧大家咧多啲消費，咁就人有公開啦。冇錯啦，我非常之同意啊！咁啊，譬如有好多食肆咧就喺度鬥平咁，但係亦都諗好多方法去吸引顧客嘅，好似以下呢一個 coffee shop 咧都幾特別嘅。哇！呢啲咁特別嘅嘢，真係我唔再諗佢哋出啲咩花神啦。代代，你又同啲觀眾講啦，就係訂咗外賣，跟住送去你 office 就係咁簡單啦。上網訂外賣咧，已經係成為咗一個潮流啦。近排啊，連咖啡店啊都加入埋呢一個行列。呢一間位於鲗魚涌區嘅咖啡店咧，就為區內部分商業大廈提供呢一項服務。但如果讲到最熟呢，就是他们的自取外卖啦。只要凭着宣传单张的 coupon， 就可以在 3.3 买咖啡加一蚊多一杯的啦。看看有什么好喝先。我以为这里得9款咖啡好像很少咁。其实呢这里的咖啡豆呢来自6个不同的生产地的。在外面的 coffee shop 呢只得两三款，得好少给你揀。只不过他们加了一些朱古力啦或者 cream 咁样呢。咁看到好像很多款咁样。不过呢如果大家想喝浓啲的咖啡呢，就可以揀来自爪哇的咖啡啦。又或者你喜欢滑啲的，就可以揀来自哥伦比亚的咖啡。不过呢我就推介呢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因为呢这里所卖的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呢全部都是公平贸易嘅產品嚟嘅喎，咁所以大家唔使話擔心咧會剝削嗰邊啲農民咯。講咗咁多啦，你諗到有咩咖啡味咧？梗係埃塞俄比亞嗰啲咯。咁我啊要呢個南山咖啡啦。哇，你都幾識揀嘅喎，一揀就揀到最貴嘅，要成52蚊㗎。唉，睇你個樣就係怕執輸啦。咩喎？我只不過想試下佢哋係咪真係咧貴得有道理啫。哦，原來係咁啊嘛。除了所用的咖啡豆种类多之外，这里所采用的供给式方法冲调咖啡都是香港的 coffee shop 比较少见。冲调的方法就是将水放在这个咖啡壶的下层，加热后水就会升上去个上壶，然后放入咖啡煮多大约两分钟，一杯咖啡就是这样诞生了。虽然它的冲调方法较为简单，但是都能够 keep 住一啲香气同埋味道喺杯咖啡入面，等五分钟都值得啦。有得饮咧，等我试下杯南山咖啡先。点啊？个味道咧真系好浓嘅喎。如果你喝咖啡的初哥咧，飲南山咖啡咧，就可能會令到你有啲失望啦，因為咧佢味道咧就比較清新啲，唔係咁濃嘅啫。但係呢個飲慣咖啡嘅話咧，就會飲到佢咧有一種果酸嘅味道啊！就因為呢種果酸嘅味咧，令到好多人中意飲呢個南山咖啡啊！哇！你講咗咁耐就啱曬啦！我杯埃塞俄比亞嘅咖啡咧，啱啱好咧攤凍咗少少，咁佢哋話咧就唔好加糖，又唔好加奶，咁樣飲先好飲喎。等我試下先。即係有少少果香味咧，同埋咧帶甜少少嘅。喂，子豪，你聽下人講嘢先得㗎。哦，你繼續講。留心啦。咁咧，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咧，飲呢一隻咖啡咧，好似咧飲紅酒咁喎，可以咧慢慢嗒嚟飲嘅。原來有咁多學問㗎。咁啊，真係要嗌多一杯試下先得啦。哇，乜你咁貪心㗎？咁貴嘅咖啡，梗係你請㗎啦，係嘛？你請啊！誒，一杯咁多啦。多謝袋袋。唔使客氣。喂，真係唔錯喎！呢個網上訂呢個咖啡，起碼啦，即係 order 嘅時候咧就唔會咁揚啊嘛。咁俾老細見你攞住部電話喺度嗌嘢，嗌就一定知道你喺度偷懶。咁都係嘅，最緊要咧都係咖啡嘅質素夠高啊！我話，因為成功嘅推銷手法咧，只係成功嘅第一步。咁但係咖啡咧要好味先可以留到顧客嘅心噶嘛。嗱，我哋轉頭翻嚟繼續生活著數台。